过年好啊，我是九门，今儿个是26号，离三十还有4天。今儿咱逛的是老北京的窖干胡同，我带您溜达一圈。东窖胡同，哎，九哥，不是说窖干胡同吗？您看这介绍啊，东窖胡同是后起的，最早这叫东窖干胡同。您这么一说，这胡同以前肯定是做窖干的。嘿，您说的呀，还真不对。不是。不对，您黑什么呀？这胡同啊，是因为细长，形似窖干。您别说，还真挺细的。哎，对了，九哥，今儿大寒，小寒接大寒，转眼又一年。嚯，还一套一套的。我也来一个大寒，大寒有了，大寒冷飕飕，胡同乐悠悠。今天26，回家炖点肉。九哥呀、啊，您这都哪儿弄的音乐呀、啊？问您一下啊，这凳子是干嘛的呀？这您可难不住我，磨刀的。哟，可以呀、啊。我记着推个自行车，拿几块铁片，是这么唱的：磨剪子嘞，抢菜刀。嚯，这一听就是干过。哎，问问你啊，这搓衣板用过没有？我又没结婚，我可没跪过。嘿、哎，我说洗衣服用过没有？没用过。这磨刀石我倒见过。我就知道你见过，就冲你刚才唱那两句，准没少用。妈咪事儿，妈咪事儿，妈咪事儿，妈咪事儿。快过年了啊，在牛街买的炸馓子，据说这馓子呀、啊，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。拿这卷烙饼倍儿地道，咱尝尝，炸的不错，金黄。哇，真脆啊，倍儿香。嗯，可以。嗯，又酥又脆，你听这声。比薯条好吃多了。炸馓子吃完了啊，面香十足，又酥又脆。